马华工会和民众党自从国政1974年成立以来，在2018年第六天破天荒在马华三春礼堂举办团结势更强集会。这场吸引超过3000名马华和民政党员报到的集会上，两党最高领导人前后呼应，要改变人们对两党长期存在零和心态的看法，展现真正的团结。很多一些人，他时常把我们马华和民政啊，看作是竞争的对手，他们认为有你们就是没有我们，有我们就是没有你们，马华加一分就是民政减一分，民政减一分就是马华加一分，这很多人认为，可是这是错的。马华民政团结势更强，所以那都是嘛 ，What you say just now, it has to be a win-win formula.MCA Gerakan is not a zero-sum game. 我们加一，民政党也加一。两党领导人同时公开承诺，将会采取纪律行动对付杯葛和破坏诱导候选人的自家党员。我曾经在民政党代表大会警告过，拉后腿的党员呢、啊，不管你是谁呀、啊。都会被采取激励行动。同样的话，我今天要告诉马华的候选人，如果有民政党的党员在马华的选区拉后腿，我也一样采取激励的行动。我也要向民政党的领导们承诺，马华工会的党员、基层，包括中央领袖，全面给予民政党的选区全面的支持，全力以赴，确保民政党的候选人能够大胜。任何马华党员抽后腿，采取严厉的纪律行动对付。